诺塔，所以精彩家好，我是面对你们的小米，欢迎来收看这期的德哈视频。那么本期跟大家分享的这场 RIP 呢，是一场来自天梯高分局的一场 RIP， 可是打的还是非常的荡气回肠，非常剧情曲折，两个人呢是非常接近，最后打的是非常的激烈，可以说是一场当之无愧的质量局。那么这场的话是两边分数都比较高，至于是不是开黑呢，小米还是不太清楚，反正目测应该是开黑吧。怎么说呢，现在好像天梯高分局纯路人好像还是比较少的，只能说比较少。那么也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剧情呢，是先不透露，到一边看一边再来说。那么也是首先说一下，最近1.1平台推出了一款主推一款游戏叫金戈铁马。那么这是一款类 DOTA 的一个游戏而且是10v10，可以说非常激烈。那么前几天小米也是试玩了一下，选的是小乔。那么就是感觉啊，这个小米还在发呆，到底出什么装备好呢？然后外面已经是站了起来，然后已经各种开始就没一串的人头啊，非常激烈，可以就说从第一秒就开始杀到最后的一分钟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里边英雄也是非常多，而且技能有一些跟大号是一样的，有些是不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可玩性，而且模型啊什么的都还是非常的这适合中国人的审美的。而且你们可以带妹子去玩，里面有很多美女的英雄，给妹子玩是非常合适的哦。所以大家最近1.1平台出了一个这个针对这个游戏的解说大赛，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参加一下，不过马上就是要截止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咯。那么好，也是看一下两边的一个选人，这边中路是 PL 米兰的小飞机，对面 DT December 啊的简称的猛犸，这边逐鹿的小鹿，彤彤哥的屠夫，这个隐身符，下路代号笨笨的瘟疫法师，对面这个雨潇哥哥的风行者，上路这边主机 CG TG 的火女，然后这边你最挑衅的神牛，门头藏的冰女，还有小米燕 X 的熊猫。下路这边风行在往回绕啊，以为是没有人，结果哎，但是现在两个人都没有控制，看能不能开。这边开始烧，开 W 往前卡位，哎，卡住了。那么有希望拿他一血再过来，一直粘着的，哎，一下，哎 ，First Blood， 这会不会死掉？哎 ，Nice， 同时是卡了一下这个塔的攻击间隙，自杀掉，非常的完美。可以说这段的操作十分的行云流水。那么拿下了一血之后，再而且是自杀，没有损失任何的啊，可以说主要是没给对面个清钱吧。现在这个刀塔里边分为可靠金钱跟不可靠金钱之后呢，还是对于金钱的损耗还是会小不少。这边牛是过来等一个神符，对面猛犸是先出了一双小红鞋，而飞机呢是轮护腕。这边两分钟一个 double 符，哎，火女过来了，踢住，然后反身过去把符吃掉，然后开始哎，神牛，这老牛十分之尴尬。这边飞机过来支援，反身 DF， 这个 F 还是不错的，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混这边继续上路混，这边飞机的高射弹开始耗血清兵线。哎，这边扭过来 ，S 一下 EGF， 哎，这封的死死的。再过来，开了一波，这两个人的话一 v 二，再一个波，再 A 一下，这下是被牛 A 死，这局封了非常 nice， 正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小飞机的应该算是走位失误，然后直接封的是死死的。上路那边的话，火女1v2，
只能说吃一下塔下经验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减速过来，哎，那个塔T 住，然后 E 一下，代表熊猫是扛不塔反身跑掉，那么这一波是失败了。火女是非常及时的一个 T， 将这个熊猫是 T 住，那么也是把对面打的是非常伤，自己是一点都没有亏。这边两边都是吃了罐子进行补给，这边风行又是过来了，屠夫现在是二级。南方的话好像出门是没有拿眼的样子。这个猛犸是再次运过来瓶子，现在血瓶在手，天下我有，自己还是在打我的钱，让你们杀去吧。这个四分钟一个加速符，然后猛犸直接是空档。火女跟小鹿这边是往到天灾方上路走，小鹿现在是刚刚四级，屠夫过来是拉了一波野，中路两个人互拼。不过猛犸没有，哎，有六，刚说没有六的话单杀是不太可能，瞬间就到六级了。然后小飞机也怂了，过来也运过来瓶子，不是瓶子，好像是个罐子。这边冰女也是到的中路，这边猛犸加速，然后奔向下路，看见屠夫，给他躲开。哎，这边追上，在 A 线，这边过来 A， 猛犸这边蓝不太充足。哎，这边上打起来一记 F， 哎，冰女这边危险一下被 A 死，这边小鹿是在 A 这边 A 一个 T， 然后这边同时 double Q。把这边的熊猫带走。那么下路这边的话，哎，这边哎大柱一个站一个波，这边屠夫是想勾，但是好像没有勾到。李圈圈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下路这边老牛的话也没有什么危险，直线两边站的活着，这边一个封路是封住，火女直接是往右撤了一步。不过就牛一个人的话，哎，这边还有小鹿，两个人前有狼后有虎，这边哎飞踢住踩一脚，下一个 D E 住，这边火女应该是要死了，唱一下被牛 A 死，这边小鹿在 1v2 带着宝宝，熊还有熊管还有狼带小鹿开下去，哎，这边直接踢一下，哎，这边没带走，同时小鹿虽然说开带着，但是还被熊猫一脚剁死。我们现在是到六分钟是战事不断，路上也到了一个四比四，非常激烈。这边飞机吃着幻象符过来找熊猫的麻烦，熊猫就这边的熊怪在 AAA， 还没有六级一个 E， 开始导弹再踩一脚再过来大招 nice， 这边应该死掉了，再一下 Killing Spree。这飞机有瓶子，没有什么问题。这边 AC 现在是装备还可以。减速一记，穿过来一个波躲开。这边 E 一下幻象，结果反而是被火女杀掉。这个冰女的话，小米记得好像应该是一位妹子啊，这个微博上还有她的好友的说，非常萌的妹子。T 柱再反身一个波，大波一下，但是没有死掉。哎，哎，这个反身大招减速一吸，魔棒磕一下，这边开了加血 ，T 住了熊猫。猛犸这边，哎，小鹿还没有六级是非常可惜 ，A 不死就猛犸了。开个相位，这熊猫是穷追猛打，又是一个 T 加一个减速，一个波带走这边的火女。这边小鹿真是苦，自己是没有到六级，不然两个人就是 double Q 的节奏，伤害还是有点不太够的。这
成了牛仔，补充一下等级跟经济。那什么是到了六级？周六这边是想来 gank 一下神牛，加速小路，不过依然是没有六级。前面屠夫，哎，没有勾住，哎，我这应该是带不走了。这屠夫想强杀好像没有什么办法。然后上路这边的话已经是 Dumb Lady 在一波，哎呀，这一季穿人次一个地帮助一次助攻，一次 Double Kill。刚才是开始是漏掉一个，我刚才火女这一季地也是非常的亮，直接是非常极限的一个距离。你们这边也是真是不让我稍微说两句吗？下午跟他是单杀掉这个神鸟，这边你被盯住了香年，不过好像没什么机会。两边人头真是过于紧凑，这边熊猫是过来摁一下踩一脚，分身开大，火熊猫粘住，然后晕一下往前走，应该死掉了。中路站了起来，用一个封路拉住，再摁一下牛大刀直接带走，把这个终结啊，真是有深仇大恨多大仇啊，这飞机是果断是嘲讽了，弄得大家直接吃两个大刀直接死掉。这边小鹿惨绝走不掉，牛一个哎好的，但是小鹿是被大波波死，这边粘住一下，地上来大刀甩一下，直接是被这个腐蚀烧死，同时剃度这边的猛马顶你过来抑住了屠夫，哎在钩，但是钩子是被红女挡了一下，什么熊猫过来是把屠夫带走，这边红女在剃，但是剃空自己应该也是要死掉了。这往林子里躲，但是还是被一个波带走。接下来的话，哎，再减速大招，直接摔死冰女，拉手催花，这边一个波，再一个减速魔方磕一下，再偏死，这边是小鹿过来一记镖带走这边的熊猫。两边哎，再一个镖，哎，但是这下好像是被魔方顶下，哎，还是 A 了出去。这边是被塔封住，这是一下。开了加血应该死不掉了，这边还这边被导弹追，这边是中枪了，不过已经是进到了卡西的范围，小鹿也没有追，这边猛买活过来追过来，一个 F 再过来补一点 A 亮相，66滴血，这猛买还有蓝，这应该是要跪了。但是你们两个好像被包围了，快点束手就擒，放下五枪立地成佛。这边直接是被串，哎，屠夫被卡住，再 A 一下，大爆的飞机过来一顿 A， 熊猫也是就此付出了代价。这边 E 一下，替住，导弹跟起来，这一下 F， 但是好像是救不了你的命。哎，飞机这边，哦，这个封路是封死掉，非常 nice。又是一次四次封路，在这边发现了冰女一只，小冰女又惨遭毒手，这应该都不用追了，直接会被导弹砸死。下午这边又是 NAC 在跟这个风行斗趣，一个老头跟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少女的故事。两边这是挨一个钩子，但是没有钩到，从屁股后面擦过，但这个一个这个穿也是从屁股后面擦过，这两边还真是人头不断。现在十二分钟，16-13啊，这个比六分钟之前更有收获。这边隐身的火女过来探一下。这边可以说啊，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发现出来这近一方的火女还有天灾方的牛都玩的其实非常不错的，就是各种火女的
T 啊非常犀利啊 ，D 也非常犀利啊，对牛的风路是各种犀利啊。这边追过来一个减速，加血一开，但是小鹿是不可侵犯的。这边大一下一个 D 带走，这是完全是单杀。终究虽然天台方告诉他们是隐身，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免幸免于难。这边在林子里做着不为人知的事情，终究还是回到了线上。四人也是看风形势不可救了，来推中塔这边，哎呀，飞机胆的真是大，这边直接是要被秒。屠夫咬住了，这边的熊猫，熊猫也是被带走。这边猛犸大住两个人，这边屠夫还在烧啊，扭一个大招死。哎，这边进了一方三个人的话，宣告团灭啊！这两边是一个四打三，对面是打了一，这边是三换一。啊，应该三换，应该是是二换一，因为屠夫是自杀的。天台方两大团控还是非常毒辣的，有点厉害啊。就说虽然说金锐这边是有些防冲点的英雄，不过天台方的冲点依然犀利，这个凶猛。这边现在是 NEC 是稳压住这个风行，现在也是没肯加上550的斗篷。果然是不在眼，然后一注开始又对缺了一个修女，是这个冰女追上一个 F 大招甩一下，但是哎这个距离在一注还差一下，一个标带走。这边屠夫是过来绕牛，不过好像是没有发现。这边又是火女跟 AC 两个人，又是把风行是 Conks， 这就是一个老头跟这是第三者还是二奶的故事，好复杂好狗血的剧情。现在熊猫还是比较穷，感觉应该是在叠跳刀吧，既然是没有出战鼓的话，应该是想直接出掉。这边是被眼看到，直接 TP 到下路那边，拉住两个人，风行定一下，这边小鹿 TP， 小鹿是走了。这 NEC 看来是终究还是惨遭毒手。这风行终于，哎，这个火女过来，你真是买一赠一，还包邮吗亲？这明显应该是救不了的了，补充塔的话应该是可以被飞机还有屠夫拿掉，可惜没有人能够 A 掉塔。这边屠夫猥琐 TP， 但是被风行一剑穿到，塔血量，哎，猛犸跳刀，但是正好是被躲开。带个钩子也是没有勾到，但这一件风行的束缚机是亮了，那么屠夫也是 say goodbye。 这边隐身的飞机感觉大家喜欢的好多，这边第一下然后给着一个 E， 冰女是直接死的不明不白，火女跟上，这边中导弹一个 D 还在追，不过对面小兵正好是来了。现在金卫这边是一座外塔位掉，天台是掉两座，人到那是到一个21-18。那个天台方是小优，飞机一路上的还是非常的 happy 的，当然死相也是非常惨烈。
TP， 然后跳过来火女一下大替代，还是被拉住一个地来续航，没肯 AG 反身拉过来，但直接是被反杀。这边同时飞机放大，两个都残血，哎，咬住 ，nice， 这波打得非常的亮。这次怎么说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虽然猛猛大非常不错，但是重点是没有大主 AC， 直接让 AC 各种打给打回去了。同时在这一步的话，平台方是进一步短面，进一方的优势是进一步拉大，同时把赛塔推掉。AC 现在跟飞机 DPS 还是非常高的，而且 AOE 十分惊人。这边飞机非常高兴的看到一个大 buff， 然后开始转移到上路。像是这样有优势的一个局势的话，没有什么事情干的推塔嘛，先把六个外塔都推了再说，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打野啊、打前、打摇山啊，再或者是推到地。这边的跳刀还是没有出来，刚才洗的心肝还是蛮伤的。这边风神的没 K 是没有做好，不过我们的牛女跳刀了，还是非常顺的。现在两个团控，两把跳刀，看能不能够拯救局势。小兵女是被小鸟发现。EGF 一个大波。钩子没有钩到，平台方的话比较分散，直接往后撤两步。飞机这边好大的一只飞机啊，但是开大路直接是跑路。这边熊猫过来，但是直接是被咬住啊，直接被咬掉。这有点这个不合适了吧，亲？对面毕竟是有屠夫在的，爆发时间高。这边熊猫是买活过来，这一波哎，大住四个人，哎呀，这一波，同时冰女是虽然死掉，但是屠夫也是要 say goodbye 了。这一波啊，不过屠夫真是厉害，又是四杀，博进方也是宣告团灭，这一波直接被猛犸大住四个人，同时各种 AOE 跟上，包括熊这个牛的技能，直接是死于 AOE。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方是虽然有续航，但毕竟是缺好团控，只要 NEC 一旦是被大主的话，这无法奶出来的话，其他人就很伤。现在就要看这一方的笛子是什么时候能做好，如果能够早些开笛子的话，也许可以扛过 NEC 被晕出的那段时间。不过对面两个团控的话，时间还是有点略长啊。可 NEC 还这个 NEC 又需要顶，又需要注意自己的走位，还是比较困难的。中路那边还有五个 TP， 然后直接开雾，立马打起反击，这绝对不能被人欺负之后还这里不说话。哎，又是冰女，牛加 F， 这边跟上来，不，这边你跳过来被拉住，这边 NEC 大住了熊猫，熊猫分身出来。这不应该是都是杀不死了 ，AC 被晕住，锤一下屠夫 ，AC 又是被晕住，这边有点断开啊，走位有点断 ，AC 要是被秒掉，但是一个大招直接是火女甩死这边的猛犸，同时咬住了熊猫，两个人互拼，熊猫还死掉，风行是也是惨遭，哎，这次还是赢了，这一波打了一个一换四。牛是应该是踩碎回家的，打得非常激烈啊！这立马是刚才是天台方扇了进门一巴掌，现在立马是回扇一巴掌，谁也不知道谁。这次抓到了立刻啊，非常好的执行力，抓到现在这个猛犸还有牛大刀是没有好的一段虚弱期，那么立刻打起反击。对面一旦失去腾控的话，这边这一方就可以在正面作战，
续航中发出了非常厉害的作用。但现在的话，等天南方都复活的话，技能全好，这个又是要小心了。现在天南方应该是300条套刀了。这边哎，勾过来牛再咬住，反正一下他套骨灰盒，牛还死掉。这边屠夫的话，估计也是要死，能不能自杀？被卡住，被牛放哎自杀，哎还是被他死，很可惜啊。这牛虽然是死，但是临终之前还是把这个屠夫是卡得死死的。屠夫表示我真是该减肥了呀。这边有这个有金刚和打肉山。咱们也休息啊，请允许我喝一口水。现在感觉天气热的话，水分的蒸发还是非常快的。31:24，等级方面的话，两边各有一个16级的，都是中路的。三的话，积累方等级还是有优势。现在可以说依然是自卫战的小优，但是没有到碾压的地步。呀，窗口外面路过一辆拖拉机，真是有点吵。这边屠夫是开恶魔插个眼，一到时间，哎 ，Nice 神哥冰雨又是惨遭毒手，屠夫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杀妹子呢？中路那边直接，哎，又是一只钩子，直接跳走。下路那边是一个。猛马在跟哎，你 C 斗去了，到中路打成一个巨石平台4v4，直接要上了吗？找机会，木有机会。哎，这边 TP 拉一下，直接还是我刚才一瞬间是没有看清是熊猫踩的还是猛马踩的。要个名打，这边风神的美克也是好了，小恩 C， 你被盯上了，但是熊猫你是判断错位置了，这明显还是应该抄后面的。这冰女简直是内牛满面啊！我想插个眼，我容易吗？我。一点都不怜香惜玉。这边哎跳过来踩一脚，但是续航跟上，感觉这波天台方悬，猛马是要被秒，但是被一个没看下回来，飞机放大，这边还这边线吹起来，冰女还是先死掉，猛马是一次逃生。飞机是被晕住，屠夫咬住了地熊猫，这边醒过来直接被四个人群。刚才猛马是险些丧命，好在还是比较肉。这边风行开 W 被减速一记标，两记标，有 A 杖，才差一下两下，反身绕一下，直接要 TP 开 W TP。那应该追不上了。
这边牛也是在里边 TP， 我能不能踢中？啊，可惜，直接是刚刚好错过了。就想到一个笑话，就关于大宅男的。宅男这个在流星雨的时候跟老天许愿，神啊，你赐我一个妹子吧，让我能够远离寂寞。然后下来一个天使说我是神派来拯救你的，今天晚上我属于你了。结果男的大喜，太好了，我们来打 DOTA 吧，正确给力队友。妹子上面三条黑线，大家可不要千万这样不解风情的对待妹子哦。这边是把风行秒掉，下面还有一个牛。现在见风打得非常的奔放，非常的凶猛，意图将这个优势变成碾压。我们到了一个37-25，人头是越来越发拉大。现在几波团战，天台方是连连败退。哎，勾过来，咬住，好吧，扔键盘吧，少年。这边屠夫玩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得出这个两边的水平都是非常高。这波是要上高地了吗？哎，又是一起钩子开 W， 我还是被咬住，猛犸搭住了五个人。哎，牛跳大，再一个 F，nice， 太犀利了！这波直接是风行，虽然说是不是有意要卖，但是这一次猛犸大招打中五个人，牛立刻过来接了一串 combo 大招啊，这个 F 啊，直接把金元方。可以说两个人打了对面一波五人团灭，有没有？有没有？实在是太精彩了，真的，这种团控看的人真是热血沸腾啊！现在都开始出汗了。这边冰女是退掉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有这光环就够了吗？咱就可以挂机休息了。这边 TP 但是取消掉了，中间塔防开完，小兵就要过来，也是没有再敢推。现在两边天南方的 WTD 又是在 CD 了，所以说现在又是不利于战斗。哎，发现雾，居然是到时间了，发现你了，过来先粘住这牛，也是没能及时跳出去，那你就惨了。这边 AC 是被猛犸搭住，直接是被两个人带走。这边猛犸的一个大木 lady， 哎，这边，哎呦，正好是丢不下视野，反身踩一脚，哦，分身出大招，感觉小了危险，这边有点扛不住。往右跑还可以，我马跳过来。这边屠夫好一记钩子，风行虽然是推下来，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赶上。这边踢一下，火女是杀死里边的刚刚变身的熊猫，一次血。这哎呦这钩子，哇天哪，好是那记钩子。这猛犸你还跳过来，你这是自寻死路。追上。真的话，这一波又是想来插小路，结果是发现是咬了一块啃不动的肉，直接是被对面粉打回去，
刚才这只钩子有点翻山越岭的感觉，因为小米真的很少玩屠夫，想到钩子还可以这样的飘，好神奇啊！这边是被一柱推过去，直接是勾住了冰女。这边冰女是把牛救了，哎，这个 TP 有点长啊，亲。那你这不是刘禅？这波的话，高地有点难保。直接平台方又是只有熊猫一个人活着，开始强势推塔。一看到熊猫吧，就想起了这个《魔兽世界》最新啊，这个最近出的那个熊猫人的这个 CG 动画，啊，大家都在讨论，就是为什么熊猫人扫地僧都可以单挑两个骑战，大家纷纷回应啊，这个兽人这残血状态，那个人类战士吧，穿居然是布甲。这里面不是坑爹的吗？反正觉得这要出个熊猫人还是蛮可爱的。哎，这个束缚机绑的 AC， 但是 AC 的略招啊，推不动啊，跳过来，反身跑回去。中路这边拆了金光，少了不能再给。哎，这钩子。我先推上来，反应非常快，打住四个牛接大招，再接 E， 再接个 F， 好吧，飞机还在坚硬着，但是自己好像还是硬不住了呀。这波又是一次风行引发的血案，集美方又是一次五人团灭，又是想勾风行想开风行，哎，惨了吧。让你们杀妹子，妹子后面是很多保镖的哟。这只要大住五个人头，这一方就难逃一命。这场还真是超级精彩的说，因为可以说高分局也是分好看和不好看，像这种局相对觉得非常好看的。团战打的是风生水起，现在猛犸是刷新在手，有点凶啊！这一个大招好像是5秒，两大都是10秒。再有牛这边更控制，可以把对面牛跟猛犸可以把对面控个10来秒都不是问题。Our warriors have engaged the enemy.而且猛犸三大的话，给上这个，哎，小鹿过来想抢盾，我好像失败了。这边跳过来，两个跳一下，过来屠夫也是，哎，拉回来一个 E， 飞机过来开 BKB， 牛被带走，这边开始 A 这边的屠夫，飞机 BKB 结束，估计惨了。往后你这跑，一个 TP 住，一个 D， 直接 NAC 大招带走，冰女被一个火女的大招甩死，这边风险还有盾，过来，看来好像应该留不住了。哦，还在追，这波是开 W 然后赶紧跑，但是后排这个跑的是杰拉快，连上，还是一牛是买活不出来。哎，一个 T， 风行差一次开 W 的还是死掉，这边一个 F， 我们把跳过来，大招直接 double kill， 真是华丽的效果，华丽丽的，直接就死掉了。现在的话，人头数到了一个47比40，我的妈呀，这边37分钟，居然是打了87人头，这有点略激情啊。Thank you.
个积分是3步都没入，但现在也都是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可以说进方的物理 DPS 还是不是太够，所以说对面两个同控的时候有点为难。碎碎金，可是先出了个挑战和投资，应该是要出笛子了，觉得不出笛子还是不行的哟。这边火女也是推推，这边飞机是打算走物理 DPS， 飞行力双刀，然后应该是想出个支配什么的，有推推棒，风神推推，牛熊猫这边是有 BKB 了。就是给武器附个膜，还蛮好看的。说这边啊，火女士更新出了一个阿托斯之棍，用来减速用的。是被绑住，然后直接死掉。屠夫是咬住了风行，大招直接全死。这一波两个团控是没有上，什么过去抢一脚。哎，这边后面是开悟找过来的，强袭的猛犸大猪，哎，大招直接是火女跟小鹿死掉。这边牛子是被收住，飞机好像有点地表有点高，这边有刷新的亲，这边再一个 E， 飞机也是要死啊。这边先是 NEC 大招是吊死这边的牛，后面飞机这边踩腿跑掉，熊猫上不了了。这边风行是买活出来，一只钩子勾过来，熊猫开 BKB 踩一脚，但还是被咬住。这边纳斯一记束缚机绑住两个人，两个人都死掉。这突发现在是势单力薄，赶紧往后撤，但是好像撤不掉了。风行前面断了路，等待着一个束缚机的时间，想拼死吗？但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啊。这波天台方又是把基本能打的一团灭，这人打的真是十分的纠结啊。刚才几次也是，还是又是买活，然后把对面打团灭的。情报是比较悬。哎呀，真是！这波也是在冰女跟风行先死之下，后来是立马买活，然后牛跟猛犸是开悟之后，打完一波是杀小鹿跟火女，后来又是打一串苦斗才这样才结束。这边猛犸是转了飞鞋来到下路，有强制攻击力还是非常高的。小鹿一来我就撤，哇，这边天台方这一方的上位塔居然还在呢，说应该想借机拆掉。刚才猛犸是去下路吸引火力，现在是在中路处理兵线，这边有人 TP， 附近直接开大，这边推过来，对，往前推，这边强制拿塔，然后直接 TP， 但是被 NEC 大招留下来，小大招在这一个地绑下，这边是被减速，被那阿托斯之棍减速，那我们终究还是被拿塔付出代价。这边飞机过来找到了猛犸，熊猫是又出了一个散滑，
也跟大猪分析跟上一个大，再跟上一个 E， 直接是各种转技能。飞机犯自己中招了，现在奇缘也是不打算回去，打算是想是换塔，屠夫直接扛下了。这边兵线终于上来，熊猫啊还是踢回去了。这个熊猫跳进来，开 PKB 先把这个顶打掉，挨到时间了。那么分这边分身跟上去，其他人非常耐心，这没有好机会是坚决不跳，让熊猫一个人浪去。情况不对，我先走了。哎，跳走！哎，打住了火女跟小鹿，这边束缚机又是绑住，又是 double kill， 但是这边的屠夫是杀死了一个 AC， 也是死掉的很 TP， 想太多了吧？这么多控制，两个大团库在手，终究还是非常的耐心等待最好的机会。这个猛犸跟牛也太 hold 得住了，太耐心了，这根本是不着急。又是一波团灭，现在人头兽已经追掉了50-52，是非常的激烈。第二路进位是非常难拆，可能还需要一些神器什么的。其实要是不来血清的话是有好处，这样的话 AEC 死后只有一个团体加血，不过 AEC 都死了，其他人有点扛不住啊。飞机是把支配是先做出来了。The flow is magic.风行是除了挑战还有个电锤，猛犸好像是把战鼓卖掉了吧，还有什么，现在是还差一件神装。进位就是缺少一个打反手的团控，比如说潮汐啊什么的，或者要是牛在进位也是比较好办，哪怕是个大牛呢。现在进位这边是只有续航没有团控，就跟对面的控制一比起来就有点虚。现在这边是开了雾在这里，哦，打算是开雾想先看一看，不行的话咱还可以，哎，现身了，没想一下，猛犸过来插下，开 BKB 推走，飞机开 BKB， 这个 DPS 猛犸想搭后面的法师，但是搭不到，这边熊猫是先被秒掉，这边 AS 跟风弹跳应该是跳不过的样子，上盘几个 F 阻断，这边风行终究获得胜利啊！这次打了一个一换一 ，AC 跟熊猫。而这边天天的话技能都还在，应该说尚可一战。屠夫打算勾一下吗？还是这一技盲勾还是有点天下？怪你直接克起来快一点，牛这边 F 一下勾回来，
这下屠夫学精了，在后面等着勾人了。现在猛犸是先到了25级，打针是几点？哎，勾回来，踢住，咬住，真是阴险！猛犸过来，牛接大。红泥死掉，这边小鹅差一丝血，屠夫也是再见，小鹅死掉，哎呀，又是风行一发的血，真是惨。风行表示我很无语，我真的不想这么卖的。每一次都是风行一发的一场血案，要不说女人是祸水嘞。猛犸过来，而且追击过来，被大住，再接个 F， 接一个 E， 开大，开 BKB， 先的冰女单自己死掉。这边已经是高 like， 但是 NEC 也支援过来，飞机买活，这盾是不能再继续打了。好，这边牛也是刷新了，双刷新团控，人都出来到了一个55比55吗？这么激烈，两边都在对方这里蹲着，这应该是三代盾了吗？我要打讨厌，这应该打算跳刀抢盾的说，但是好像跳有点早啊。这边开 BKB， 这熊猫也有点疼啊，这不是要跪？但是这边牛是过来了，哎，哎哎，盾呢？蹲在底下，飞机捡起来，这边风就是被带走，这一波境内方可天台方可亏了。猛犸是没有回来，没难打，国外直接强车上路，前方打算是直接老家。看最后一波团。哦，这边猛犸是回来了 ，BKB， 天，这边进一方学精明了，走位特别分散，这边没有拉住，终究还是要输嘛。猛犸直接被 fast 中队的 god like， 是牛也死掉，双方买活，牛跳大，但大的也是位置非常分散，猛犸大了两个人，但是好像有点无力了。一旦如果是买活再死的话，就 GG 啦。加滴滴，好，那么这样的话冲突还是结束，十分的激烈。哎呀，真是，好，那我想咱们下视频再见啦。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这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这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这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的夜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这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这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这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每一封信都是